看看我现在在干嘛。我还要把脚敲在你这上面比较合理，然后还要指你，你这个坏姐姐，我是灰姑娘，看到我按上灰姑娘的那个皇冠，我是灰姑娘，灰对，所以是灰色，我要跪下来，先放在这边，好，哎，还是我帮你拿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我也有这天。啊，你可以藏在后面的口袋。平常在家里想嫁人，就赶快表现你想嫁人的那一面啊！那我还是先单身好了。要给我一个十八赖，看看我现在在干嘛。我还要把脚敲在你这上面比较合理，然后还要指你，你这个坏姐姐，我是灰姑娘，看到我按上灰姑娘的那个皇冠。很干净的马桶耶！我在家都是，你看发亮哎！哇塞，我这真的呢，我们两个好感人哦！天哪，男朋友就会哭。现在收干了，对不对？洗别人的，终于在家都不洗，不是回家洗，洗别人的，傻眼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晚了20分钟到客户家。没有了，我们要提前10分钟到。对，我们到了客户家，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服务的人家，我就是是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因为真是到人家会有点紧张。对，这不能开玩笑了。对啊，我是一个很频尿的，可以进厕所。不行，要憋尿憋两小时。我刚刚在下面上三次了，憋尿要憋尿憋两小时。对，我们待会的服务项目是量下去。而且听说这会要宝宝，因为宝宝要更小心很多事情，因为宝宝对于整洁，对，还有一些灰尘啊，洁癖还洁癖的人。对，而且就是清洁剂都很重要。嗯，我们用的清洁剂是很天然的清洁剂，对，所以才选择我们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在那边聊聊疗效。我可以哦，我会聊。不行不行，好，我按店里了，我们来吧。哎，宝宝，你怎么穿进去了、啊？你要脱鞋的嘞！马上帮你。怎么会太紧张了？太紧张了！马上帮你把这些消毒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今天的清洁专员。然后要露出灿烂的微笑。你好，你好，防疫期间我们都戴着口罩。对，我是李毅，我是曲毅。然后想跟你确认一下今天清洁的内容。今天预约的是浴室、厨房、阳台跟地板。对，那今天服务时数是预约2小时。好，那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？就是例如说，你有什么地方想要加强的吗？对对对，例如说厕所有。就发挥你们的专业哦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这么信任，很信任我。哇，信任发挥我们的专业，嗯，没有问题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还是你肩颈有酸痛呢？我会按摩。你不要想，我们有肩颈，我要在一个我们有包肩颈酸痛的服务。好的，那麻烦你可以去休息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。麻烦了，谢谢。